是这样的。喂，露露 ，My dear 露露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是太漂亮了。Oh my god！ 你总是知道我要讲什么，露露，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。这朵花是我送给你的，希望你永远像今天一样美丽，并且也让它代表我对你的歉意。昨天晚上我……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没什么最好，我知道你一向是这么宽容的。哎，博士啊，你这两天看到胡适了吗？不是，哦，前几天我还在俱乐部里看到他跟一个什么？哦，跟一只母狗溜来溜去。白露啊，你看他，你可跟一个狗在一起也不来理我。什么？你们又吵架了？哎，刚刚在楼下大厅。哎，楼下大厅，你看见他了？你没看到啊？哎呀，博士啊，你真不像个留过学的人。哎。我留过学的人也算不出来，你姑妈奶奶要找胡适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白露啊，刚才我跟你提的那回事，等会儿你碰到潘总，跟他提一声啊。知道了，博士 ，goodbye， 拜拜 ，goodbye，goodbye。Oh my goodness， 这宝贝可走了。哎，露露，买第二露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不会是又升官了吧？哎，这好消息跟升官也差不多。我跟我太太离婚了，我们正式的离婚了。离婚？你太太给你生了三个孩子，你做了官就离婚了？哎，钱呢、啊？我给他钱，我有钱，我给他钱就是了嘛。哎，这个钱呢、啊，还真是个好东西。没有钱了、啊，还真不能离婚，就更别提。露露，我还要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。什么？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吗？你不会是跟我求婚吧 ？Oh my god！ 你简直是上帝呀、啊！我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。你要可怜可怜我们这一个刚离过婚、没有女人疼的男人呢、啊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的。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哎，我有钱呢、啊，我有洋房，我有汽车，我还有股票。我现在在部里面做事啊，这个只要弄得多一点，这个钱呢、啊、不是问题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嫁给我，你一定会嫁给我的。来，露露 ，my darling。啊，达生啊，达生你快来，达生，把窗打开，这屋子里啊酸得很。酸？你闻不出来啊。小东西怎么了？小东西在屋里，我们谈得十分有趣。这小孩真可爱，难怪你要收她做干妹妹了。不过，楚君，你那扇窗户不安全，黑山的人会从那里进来。啊，放心吧，那窗没人知道。哎，露露，做人不要这么不客气。这位先生是谁？你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没见过。看起来好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似的。哎，想起来了，我们一起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老朋友了，老朋友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朋友了，来坐坐坐，老朋友了嘛。林小姐、啊，李先生，博士。哎，李先生，您来的正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是是，给你介绍我的一位老朋友，这位是李时清，李先生，大丰银行的秘书。潘总经理身边最红的人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位是 Mr.， 我姓方。哦，幸会，幸会。来，对 ，Mr. 方，你看我这博士记性。啊，李先生，你太太在找你呢。是吗？她正在打牌呢。还在打？输了赢了？我那人打得不好，当然是输了。不过输的有限，输了7800。不算多。哎呦，陈小姐挺聪明了，专门会学人的口头语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到您陈小姐这儿打牌来，输了也是光荣。是吗？潘总在吗？啊，不在。我要找他，我要去见他。好，失陪了。陈小姐，博士，哎，方先生，我告辞。哎呦，顾老奶您来了。胡四爷您好。
进来。你们又怎么了？你别管他。对不起，我失陪了，我要去见潘大夫。告辞。你过来嘛！我跟你说，你不能瞧，你就不能瞧嘛！行，好。可是你瞧，你好好的衣服，你们这又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好了啦，你别生气嘛。待会儿我们去跳舞吧。下，你们两个可真是一对孩子。哎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对孩子。你说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我问你，刚才你为什么偏要看那个女人？得了，你又来了。哎，博士啊，你早来啦！哎，胡士啊，好几天没看到你，都到哪去晃荡去了？啊，没事，俱乐部走走，蹭蹭，没什么意思。哼，你呀，还不知道让哪个狐狸精给迷住了。你要说有就有嘛。哎，我可没说你有啊。那不就得了？陈小姐。点心准备好了。啊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的。对了，胡四啊，我让你见过我的新客人，方先生。方先生，这位是胡四，有名的美男子。哎呦，什么话？别夸他了。得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进去看看。方先生，你可面熟。我是说你很帅，在这里，帅就是本钱呐、啊。哎，真是啊！你看他像不像我那个朋友秋秋？秋秋，哎，就是大舞台唱青衣的那个。我看你还像是唱花旦的。哎呦，倒给你瞧出来了。哎，有病啊！是啊，这白鹿。他还是玩腻了，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小白脸开心呢？我这个人我又好像不太认识似的。哦，哎，博士啊，我现在会开汽车。哦，博士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他这个车开的可快着呢。行啊，博士啊，现在不论骑马、跳舞、网球、高尔夫球，样样都行啊。哎。博士啊，你看我这身洋服可穿得怎么样啊？让我瞧瞧。哦，还行啊。不过这个洋服啊，一定得在香港做，而且这个价钱嘛，最起码也得3000块钱啊。3000块？是啊。你听到没有？你还要我到大丰银行做事，但这一个月还不够我做一套西服钱的呢。哎呀，你也别不知足啊！人家李时清一天干到黑，一个月才2000块，那还是白鹿的情分，跟潘总说的呢。李时清是个什么鸟人？谁有他那么贱？是，谁有他这么贱？点心预备好了，大家请吧。哎呦，我一进门就饿了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走啊！刘小姐，你看谁来了？走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请吧，走吧。小东西，陈小姐请您呢，来，请跟我来，陈小姐来。先生，
李太太找你，我可真羡慕你们两个，一会儿不见面都不成。陈小姐啊，你真不知道，我们两个也是一对老情人，如果一刻钟不讲一次情，那是绝对过不去。是吗？好，那你们聊，我不打扰了。是。你输了赢了，你让我回去吧，石青。输了，还没都输。哎呦，我着急，牌就更打不好了。我给你钱，你都输了，你着什么急呢？硬打牌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不愿意来，你非得叫我来，我听你的话来了。我不愿意打牌。你非得让我去打牌，陪着这帮有钱的人打大牌。你看我输了钱，你又哭哭，你就会哭。哎，这个地方是你哭的，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我给你钱，我有的是钱。我不要钱。你要什么？我要回家。少废话。你别管，你戒指卖了。你别管，石青啊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你让我回去吧，这不是我们玩的地方，没有一个正经人，没有一句正经话。谁说没有正经人？那潘总不就是正经人？可是你没看见他和那位陈小姐？我怎么没看见？那是潘总喜欢的陈小姐，他爱有爱花这钱，他有的是钱，这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？好了。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，难道你不明白？我们赚的那么少一点点钱，我们不配到这个地方来陪着这帮有钱的人们玩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说这话回家就说，给人家听见人笑话你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都在笑话我们。谁敢笑话我们？我们一样有钱，我一样打着牌，不就输个千八百的吗？哈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一天卖到死赚那么一点点钱，还得陪着这帮有钱人应酬打牌吃饭，家里孩子上学得用钱，房租得用钱，老太太身体不好还得用钱。你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行不行？你没看我心里难过，我恨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父亲，生来有钱有地位，叫我少低头少喝醉。这帮人他们并不比我强啊，一没脑筋，二没三没胆子。跟我不同的是，他们是生来有钱有地位，我是生来没钱没地位。就是妈的，这个社会我是看透了，什么文明道德都是他妈的骗人的，你老老实实的干，干到老也是穷死。你只有破釜沉舟的跟他们去拼，或许啊还有翻身的那一天。你就只顾拼，你就不想想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？我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会拉着个脸拉你到这地方。那成白露是什么东西？婊子不是婊子，情人又不是情人，还有那胡四建主下三滥，我都得拍着，我都得巴结着。我李时清是男子汉，你等着瞧，我一定要报仇。报仇？谁欺负你？你恨谁呀？谁都欺负我了，谁我都恨。我在这儿干了20多年，我受了多少的肮脏气，你等着瞧，我马上要翻身。哎呦，潘总您来了。哦，石青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李太太有事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进去打牌去吧。叫你买的股票买了吗？买了。这竞价多少？775每月份的。775？那行情怎么样？行情啊，外面不太好，那股市嘛就往下落，那外面有股票的人都往外抛，您反而我反而买进。您当然看涨喽。我买进会看落吧？哟，您说这是空气啊，大户们买进故意造成的空气。空气不空气，以我玩股票那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一点真消息吗？潘总，我听说潘金巴的消息最灵通，
我听说啊，他老人家一点也没买。石青先生，哎，一个人顶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哎，在行里做事，要你做的你做，不让你做的就少多事少问，这是行里做事的规矩。是。金八爷那你去了吗？我去过了，我跟他提过这盖大轰大楼的事，他说这个银行哪有钱盖大楼呢，如果这个大楼刚盖最好立刻停工。你没有跟他说我们这是有定的合同，定金已经付给人家了。我当然说了，我说是包给一个外国公司，嗯，这个定钱绝不能退，所以金八爷在咱们银行里的存款一时周转不过来，我请他老人家还两三三天再提。他怎么说了？再说吧。嗯，我看他高兴。哼，这个流氓一点交情也不讲。哎呀，范总，嗯，他还跟我问我些咱们银行所有的房地产是不是都抵押的。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是，我也在奇怪啊。你怎么说？我说银行的房地产根本就没有抵押出去。嗯，不过潘总，嗯，我是知道咱们银行的房地产早就抵押出去。你怎么知道抵押出去？哎，您上个月不是把最后一批都抵押出去了吗？笑话，你怎么知道？谁告诉你的？哎，您不是都抵押给永华公司了吗？哦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见您签字的合同。你在哪看见这个合同？在您的抽屉里。你怎么敢？潘总，这几天我有点奇怪，这银行又盖大楼又是买股票的，这哪来的钱呀？所以有一天我趁您送客的时候，我开了您的抽屉，看了您签字的合同。您不觉得我这是多事儿？这不算多事，这也没有什么嘛，一起工作互相监督，这是好的嘛。你来，你请坐，我们可以谈谈。哎呀，您又何必那么客气呢？坐坐坐，不要再拘束了。嗯，你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件事，你也应该知道它的严重性。是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，必须团结起来。现在外面谣传说行里的准备金不够，银行的准备金的的确确是不够啊。嗯，可金八的提款不就是个意思吗？可是自从您宣布了，哦，银行赚了钱，又把盖大风大楼计划宣布出去，哎呦，这些大风大笔的提款可就平稳的多了。所以你很聪明，明白了我的用意，所以现在那个大楼必须要盖，什么时候盖好没有关系啊。那然而不赚钱的员工是知道的。哎，所以嘛，这个金八提款跟抵押房产这两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，万一透露了任何一件就能造成很大的风波，所以你要小心。您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嗯，这次股票只要买的顺当，平平安安的度过去，哎，这个关度过了，我谭月亭，嗯，绝不会亏待你的。谢潘总。嗯，潘总。嗯，最近我听人家说咱们银行里的张副总他要走。哦，副总经理，你有兴趣？哦，不，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帮你呀。谢潘总提拔，谢潘总提拔。哦，对，那个裁员的单子你带来了吗？哦，带来了。可以省多少？这不行啊，还得裁。哎，好了，再说了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你到金邦了去，有没有提到那个小东西的事儿？我跟他提过了，我说是陈小姐很喜欢的孩子，请金八爷赏个面子，把这件事情不要再追究了。
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这个流氓装不知道，随他去吧。是，哎，嗯。家里大人小孩肚子都饿啊。哦，你来这儿就有饭吃？我实在没办法，不然我也不敢来这里打扰你了。哦，我是你亲戚还是女朋友？哦，我以前嫁过你。哦，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先生，你辞了我的工作，你叫我上哪去找事啊？家里小孩要吃饭了，喂小孩，求你给我个工作吧。哦，银行要繁荣，至于裁了你又添了别人，我说你在银行做那么久，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意思？我知道这我没背景。说对了，可是我在银行做了那么多年也都没犯什么错，你求你跟潘总经理讲讲，让我再回去，可以多加点工作，就是累死了，我也心甘情愿了。哦，潘总会管你这样的事儿？你们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太自私。哦，潘总那么忙会管你这样小事？我也奇怪了，你干了那么多年，你就没有什么存款？急需什么存款？当然了，你从薪水里面是存不了什么钱，我说是从别的地方。哎，笔墨纸张，哎呦呦呦，天地良心，没有这回事，我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天地良心。那你就是个大傻蛋，天地良心天亮，你给我走，以后有机会你再说。李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我告诉你啊。你不要再像狗一样的跟着我，我跑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你再跟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李先生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，我老婆吃不了这样的苦，跟别人跑了，家里的孩子在家等着我要东西吃啊。哎，我不是不照顾你，我不能为了你开了这个先例。我没有求你照顾我，我只求你给我个工作，为了孩子我得活下去。哎，工作倒有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干。哦呦，我愿意。哎，你可以去蹬车去。我蹬不动了。你蹬不动，你再不然你到大街上去要。哎，李先生，我也是练个书，练个书我哦，拉不下脸来，干脆你到人家家里去。那怎么，李先生，你怎么叫我去偷啊？偷有什么不敢偷的？那有钱的人大把大把从人家手里面抢过来，你为什么不能偷？李先生，我跟你讲老实话，其实我急的时候我也是那么想过。哦，你也想过？可是我不敢 啊。你不敢，那你叫我怎么办？一，你没有好亲戚；二，没有好朋友；三，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。好了，叫你登车吗？你说没力气；叫你去要饭吗？你拉不下脸来；哦，要你去偷吗？你不敢。